对，我破包了，我现在人在澳洲。这是我们的澳洲大概是8天6夜的行程，我们会在澳洲睡6个晚上。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乔治王广场。乔治王广场下面这边有一个地铁，不过我觉得这边待有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，所以我就带你们看一下这附近的景色吧。好，这就是澳洲最有名的袋鼠啦，它的雕像那边，然后左边这个呢就是乔治王的雕像。30度，超热。来澳洲忘记戴太阳眼镜，如果大家来澳洲，尤其是夏天的话，真的要戴太阳眼镜，非常的热，这天气很闷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袋鼠脚，弯弯的，像袋鼠的脚。澳洲很热吗？A few minutes later， 因为澳洲天气太热的关系，我们现在有多一个行程是逛奥莱。澳洲的神仙超市啊，澳洲的帅哥，谢谢。我们第一个来澳洲买的东西什么？什么？我们逛完生鲜超市，现在要逛Outlet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刚刚我们去Outlet买一些零食，因为等一下去海豚岛，里面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等一下要去喂海豚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现在我们要去喂海豚，然后现在大家在这边呢，就是在那边换衣服啊，换波鞋，看一下那边。大家搞得手忙脚乱的，因为等一下不可以带行李进去，那就等一下带给你们看一下一些特别的画面吧。Let's go。因为老外他们会用这个推车，然后把行李带上去。澳洲的国币机。One eternity later。现在我们搭船去海豚岛喂海豚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上游轮上面，然后要坐这台游轮去喂海豚。One hour later， 还蛮可惜的。原本要去喂海豚，可是因为后面的浪太大，所以我们坐了1个小时的船到岸上之后，现在就直接到一片海滩，然后就可能就直接去吃晚餐这样。现在要来喂海豚，可是风浪太大，不能下海去喂。如果今天风浪很平静的话，就可以像这样去喂海豚。现在吃完晚餐要去我们晚上住宿的地方，然后今天住宿的地方还蛮酷的，比较不像一般外面住的那种饭店，大家带你们看一下房间。我们晚上住在 K， 我们今天住饭店外面的样子。5分钟前对于饭店的感想，有什么感想？超冷。5分钟后，哦，果然冷不肯冒险，不能看冷的外表，就像这间房间一样，外面虽然很恶心，但里面小而巧。好啦，我到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，然后一样带给你们 room tour 一下，这房间蛮酷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第一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明天我们要去华沙，那么就先这样子咯。雷の呼吸。雷の呼吸。一の肩。霹靂一閃。霹靂一閃。